法学权威竟然知法犯法，在台北某一间大学担任法律研究所的韩姓助理教授，上个月酒驾被警方拦查，酒测值超标，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在过程当中，他不但大声的咆哮，还矢口否认有喝酒，为人师表，却做了最坏的示范。而现在北检将他还起诉，代价是得罚上15万元，还得接受6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。